Hello， 我是阿兵。那刚刚的影片呢、啊，大家分得出哪些是石头，哪些是胆结石呢？那这六颗当中啊，其实有三颗是胆结石。那这三颗胆结石是谁的呢？不是我的，是腰包妈的。那为什么拿它来当一个例子呢？因为我知道现在人都吃得太好了，所以发生胆结石的机会啊很高。所以今天就来跟你分享，得到胆结石不用担心，就依照医生的指示。看是要拿掉石头呢，或者甚至把胆拿掉，这个都不用害怕。这个影片呢、啊，就分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是腰包妈从不舒服到被检查出有胆结石。第二个从开刀到住院的过程。那第三个就是术后的生活分享。好，有一次啊，腰包妈就吃饱，然后就发现她肚子很痛，很痛很痛，她受不了，当然去看医生。在问诊当中，医生就问她说：“哎，怎么啦？”然后腰包妈就说：“胃很不舒服，赶快开药给她吃。”那在诊断的过程当中，医生很精明，就听到一句话，马上判断，这不是胃痛，这有可能是胆结石，而且几率蛮高的。那句话就是：吃饱会痛，不吃。没事，听到这个关键字啊，马上判断，而不是就是开个胃药了事。他马上就让姚妈妈去照超音波，没错，就是胆结石，而且很大颗。后来胆结石的数量就是比较多，然后又比较大，他就是建议把胆整个拿掉。那我听到姚妈妈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整个胆拿掉完了，那会不会发生什么事？那不就成为没胆的人吗？像话吗？重点是听了之后真的是确实很害怕，虽然不是拿掉我自己的胆。好，那不过、啊、这边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，因为啊胆汁，一般人听到就会觉得说是从胆分泌出来，对不对 ？No， 它是从肝细胞分泌出来，然后储存到胆囊。那当我们吃东西下去的时候啊，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，然后刺激胆，然后胆就会把胆汁再吐出来，然后去消化食物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那如果把胆拿掉还有影响吗？医生的说法是不会有影响，因为我们的肝还是会分泌胆汁，唯一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啊没有办法去储存胆汁，所以胆汁过多的话，它可能就会去上消化系统，可以这么说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，应该这么说，就是造成的影响可能就会有上腹方面就会有胃炎啊、腹泻，那下腹就会有绞痛啊这样子的问题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人胆，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点很奇妙的感觉，因为这个胆就是从自己的妈妈的身上取出来的。当初决定手术后，我们就用新式的微创内视镜手术，它的功能性是什么？功能性就是它手术的时间快之外，它安全性跟它的术后的恢复期是比较快速的。好，那我还记得啊，就是那一天一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手术。等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的时候，马上手刀冲过去，医生就出来，他说手术很成功。那接下来他就说，那你要不要看看石头？当然要啊，谁不想看看这该死的石头让腰包妈产生疼痛？所以他拿给我看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洗嘛，你知道，就绿色的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原来胆结石是这样子。正当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医师又问我说，那你要不要看看胆？我那时候真的来不及反应，有点害怕，但是又有点好奇，所以我就很快的答应了，我说好啊，看一下。医师马上就翻开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看得有点像是不太会形容，但是比我想象中的还小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就看得有点仔细，有点呆掉。可是下一句我本来是想说我们可以留着吗？可是后来想想算了，留石头就好，因为我不知道留这个要干嘛，所以我就拿了这个传家之宝，默默的等腰包妈出来。那腰包妈总共住院六天。那我觉得我的印象有点模糊，不过啊，本人就是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所以容许我看着日记本念出每一天我觉得最有印象的。第一天呢，腰包妈是不能吃不能喝，然后吐了三次，因为她刚开完刀很痛嘛，所以做任何动作都很疼痛，因为开三个洞在腹部嘛，所以就是会有就是引流管，然后就是让那些脏东西流出来。第二天就开始喝一些流质的东西，
还是会肚子胀胀的。哦，那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有没有排气。哎，如果没有排气的话，一定要跟他们讲。所以我们就很密切的注意。不过比较好笑就是，周包妈有收养一只流浪猫，所以她当时啊还很担心这个流浪猫，交代我赶快回去喂这只猫。第三天我可以自己下床，吃完东西还是胀胀的，引流管流出来的东西开始变少。第四天开始可以正常吃东西，然后胃口变好。好，第五天正常吃，自由走动。哦。还可以打那个线上的麻将。第六天呢，因为其实本来啊还想要再多住个几天，可是因为那时候疫情刚冲上来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医生觉得可以出院，我就赶快出院。回家之后就开始自己换药。不过我觉得腰包妈算厉害啦，就是到第七天，她的恢复已经到九成了。我觉得她这个人的意志力真的是非常强。可以正常的吃，然后运动，然后可以，你看，你甚至还可以跟我跳舞。然后，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吃太多啊，或者吃太撑啊，还是会拉肚子。术后啊，就不要吃太饱，吃太油腻。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的案例，虽然不是我，但是从头到尾的陪伴啊，我就会发现说，其实病人跟照顾病人的人都非常的辛苦。所以如果说啊，如果你身边的人啊即将要去开刀，不用担心，把这个影片传给他，跟他讲说拿掉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啊就到此结束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。